那王永正挺帅的，他跟张安然有什么仇啊？这个人啊，不务正业，一肚子坏水。张安然人缘好，系里人都喜欢他。虽然他不是专业能力最好的，却是最有希望留校的。那王永正，专业能力很强吗？听说挺厉害的，最近办了个展，但我实在是太讨厌这个人了，没去看。 那你一会儿干嘛？回家吗？你不回啊？不要回！我跟你说，就算全世界只剩下骆家明一个，我也不会嫁给他的。我已经过够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。我要是真嫁给他呀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。骆家明老老实实，应该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你现在就这么从他眼皮子底下嫁出去？ 他会受不了的，这世界上谁活不下去？